兴，要高兴，要高兴。我们家人的感情都很好，只是我比较不擅长把爱说出口。今天我要嫁人了，你们也不要太担心，你们是多一个儿子，有你们的陪伴我真的觉得很好，也希望你们一直可以陪在我的身边。看到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就买回来嘛。我很好，行，我很好，我很好，我很好，不行，开始了。没有，十秒已经过了。猛男，猛男，屁股猛男。好。帅帅帅，可以玩了吗？来，让你们通关，恭喜你们！哦，再不通关，可以去迎娶我们的美娇娘。再不通关不行。我来喽！好来。高贵先生，别笑，我们要认真。好，就像我对你一直都很认真哦。今天走到了今天这一步，虽然好不容易，那有很多你之前在过程中，你总是很哎呀，总是很没主见的，但是我都会替你做主。那你很有主见的，我也会在你后面好好的支持你。当你的后盾。唔敢立在祖先，孙唔出世。今仔是结婚新娘林丽文，主要是阮黄家孙媳妇，请你保庇，互翁仔某做事事业顺利，早日添丁进财。鞠躬。恭喜恭喜！今天是你们结婚的大好日子。首先哦，爸爸跟妈妈，祝福你们永远幸福、快乐、美满。妈妈也祝福你们两个永浴爱河，永结同心，白头偕老，幸福牵手一辈子。欢迎随时回来，我把女儿交给你了。谢谢妈妈，爸妈，这个是。手工村打造钥匙，这个钥匙只是一个代表，因为我现在房子也准备好了。但是我们，你之前从小时候给丽文了一个家，那现在我娶她，我也准备给她另一个家。但是这个家不是是我的家，是我们三个人的家，三家子的。我和丽文往后都会好好孝顺你们，爸爸妈妈。我好像是第一次在你面前讲这些话。
谢谢你们给我一个这么幸福又快乐的家。娘家是永远你们的靠山，爸爸妈妈再次跟你们由衷的祝福你们两个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最亲爱的姐姐，恭喜你，今天是你的结婚大喜之日。在今天，钻石不会是我买送你的，可是恒时久远的记录就让我来吧，让我送你人生最完美的记录。更加的幸福快乐，我爱你老婆。